我们接下来待会要请的是花岗国中，好，花岗国中，那花岗国中是我们花莲县今年要成立的三个这个科技中心、科技示范中心里面，好，北区最重要的学校。袁明校长呢，也是我们为我们创客、为我们科技领域最最支持的学校。好，那所以也先请恩明校长来分享花岗国中现在跟未来要走的方向，谢谢。哇，谢谢主持人，谢谢孙校长，谢谢所有在场的老师。那我只把简单的把我们现在花岗做的小小的现况各位做个报告。那其实做科技中心或者是推动，最重要的还是人的部分，还是人的部分。那我们原则上呢，计划大概都是我写，所以说呢，我们有分核心、种子教师跟种子教师还有推广教师。那我们原则上大概会有四位的核心种子教师负责校内的一些研习跟推动的部分。那我们也会分门别类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英杰老师在做 3D 的部分，连同在做那个整个那个易文老师，他是在做模型的一个制造的部分。那第三项最大的因子推动我们学校的创客的部分。其实我们在整个组织架构里面的话呢，我们会用一些社团或者社群去确定我们学校的一些方向。那其实我们会利用中午跟礼拜三的中午跟礼拜五的第七节课，然后呢做老师的加强训练。那加强训练的话呢，原则上都是由谢策志老师跟大家来做训练。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放大机会用整个科技是科技的部分，由我们的设计有一个核心团队去做这种工作是非常重要，非常强的热血的老师，像孙老师那就很适合做这个类型的核心推动的部分，要从校内开始去摸索的部分。那我们会利用这些会议来确定我们发展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朝3D 3D 列印或者雷切，或者是Arduino 的接下来，或者是我们朝向哪个方向跟领域的结合，这些都是从来会议里面呢去确定我们的方向的部分。那你确定方向以后呢，老师办非常多的研习原来让孩子让老师呢去知道说呢我们未来要做的部分。我们像我们最近开的课是周三晚上，在场也有很多老师去周三晚上我们是趋势科技在我们学校教拍摄部分。那我们也这老师也有一场说的，我们会利用更多的一些资源来加强老师的一些真能的一些部分。那另外呢，在校内的部分，老师的部分呢，我们会利用礼拜三跟礼拜五下午的时间来办会议。那我们怎么去吸引老师呢？来的话，对不对？送一辆车，不是那个开的车，是遥控车。那那个遥控车的话，我们从缺乏到去组装，从组装的过程、动手做的过程，让老师了解怎么去遥控跟驱动的一些原理。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做做整个自动车研发的话，我们讲的是杂种的，我们计划这些一台光是那个十五码，差不多加起来大概800万，也不会比较便宜啊。我觉得这个就值得去做，因为老师他自己可以切，然后也可以设计，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我们也开放了非常多的那个规模的一些学习，这个是我刚刚讲的开始的学习。另外呢，我们这些训练完了以后，我们目前在做的就是，我要特别感谢陈硕院长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孩子利用他们所学到的东西。13号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把
是非常成熟的部分。哎，我们现在也不做那个什么那个像老式的画画，我们现在到处都是那个什么木板拼的，到处都是。哎，我看到哈，最多的是什么？哎，排球大人跟那个机场老师啊，我们现在会跟他。都是非常可以展现我们的学校自己做的部分，雷切的部分。那我们现在会希望说呢，科技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是一门工具，怎么去结合到其他领域，这才是我们希望去推到每一个领域呢，都可以利用我们科技里面高档的三 D 怎么应用到艺文领域，高档我们三 D 怎么进行跟我们社会领域结合，这是我们在校内要走出去让老师认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说我们目前有的课程大概会从这个方向去走啊，像阿丁的课程那个东西其实有更多，但是我们会更多的是在整个尤其是这个3D 模型的部分，是结合其他领域，就是我们很希望把科技课程推广到各个领域上面。那我想这个部分，现在我们学校有3D 电影呢，怎么可以啊？我想说，我10分钟我就赶回家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我会快一点。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发展的不同的师啊。3D 电影我们学校不止三个热熔枪。从最早期的那个东华大学创新园区的组装的舞台，到目前轮胜飘过来的下巴舞大概也差不多500左右啊，所以呢现在呢3D 在我们学校是一个很成熟，而且3D 不是一模型就好，我觉得3D必须做成客制化的一些零件，这才是3D未来应该发展的方向，不是说呢，我只能印出来好看，这个部分呢，不是我们3D电影应该要走的一个方向，而是结合其他的领域。如果我需要哪些特殊化的零件，买不到，或者是它的 size 是特殊规格，我们用3D电影来做。所以说呢，我们除了用热塑的一些材料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光固化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下一个阶段，科技中心钱要更多进来的时候呢，我现在我们马上用光固化做客制化零件，才是我们3D电影应该走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3D电影。那我们会利用雷切呢，我们这个未来也希望说用雷切去制作各种板子或者机械它所需要的一些关节，这些呢都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的一个部分。我想这个才是想要做的。其实这个比较我比较希望做这个部分的哈，因为科技的我们的思维永远是那条死胡同，我不会转弯。我会转弯，塑料会转弯，所以说呢，基本上我们怎么去整合其他的领域的一些思维啊，把这些科技用在不同领域，这是我们需要走的一个方向。好，那我想我今天就不要讲太多，讲到这里就好。讲太多的话，对不对哈？那个以后呢，我们就对我会有压力。所以说呢，感谢各位，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支持。然后呢，我们开着课，也希望各位能够多来参加，然后张开双手，欢迎各位一起到花岗来真的研习，发展自己的特色。好，谢谢各位，好，谢谢。